下午茶。那么今天呢，请到了两位非常美丽的美眸专家来告诉我们呢，在要怎么样保护双眼。那么也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的产品为什么这么的有效。我们再次欢迎 VSC 世慧玲行销总监 Kalina 以及市场经理 Marine 来节目当中。两位好，我们每次两位出现的时候，觉得画面特别的美，眼睛都好了很多、哦。那么其实世慧玲是个非常好的这个产品，大家都已经知道，十多年来都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这个世慧玲为什么他你们会要想要做这样的产品？那因为其实总公司的这个原材料其实是就是打遍四面八方，已经是非常受到很多人的这个等于说是 demand。但是为什么会想要自己做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产品？对对，其实，在市面上有很多这个花青素的这个产品，都是由我们总公司来供应原材料的。就是由于呢，我们知道其他的公司他买到这个原材料呢，放进去的成分大概是多少？现在呢，一般都是10毫克和30毫克左右在市面上卖，然后呢，价格也就是10美金到30美金左右。但是呢，真正可以改善眼睛健康呢，其实是需要200毫克以上的花青素。为什么其他公司不做？就是因为太贵了，他们不能做，这个成本是不够的。但是由于我们总公司自己有自己的原材料，所以呢，我们又可以降低成本，然后呢，让你吃的有效果，而且呢，最高的含量210毫克。我们这世慧玲产品里边的花青素，现在是在市面上，世界上你哪里都找不到210毫克的花青素。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立志，把我们最好的产品、最好的质量呢，献给所有的这个朋友，让他们真正可以改善眼睛的健康。所以我们的世慧玲呢，也是可以改善18种眼睛健康问题的。没错，尤其现在啊，这种所谓的这个视力的这种文明病特别的多，而且呢，大家得到的这个年龄层越来越下降了。你不要说这以前都觉得视力问题是老人家的问题，现在其实都不是了，小孩子都有啊，小孩子都有，真的是。所以其实要从小就要开始好好的做保养哦。那您刚刚说了，其实就是只要把这个中间人给拿走了，然后我们自己都最高含量的了，最高含量的，别人呢根本都没有办法去这个模仿。没错，模仿或者甚至比美了啊、哦。那今天 Marine 也很开心来我们节目当中，那最主要是要告诉大家，这世慧玲到底跟市面上一般的产品与众不同之处。对的，刚才Kalina 有提到过，我们的产品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原材料的这个品质跟浓度。其实这个东西的话，用肉眼就能够看得到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打开一瓶新的世慧玲的产品，然后让大家看一下里面胶囊究竟是长什么样子。对的，非常不同的，对吧？对，非常不一样，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花青素连这个棉花都弄黑了，弄紫色了，对对。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胶囊全部都是胶囊，对对对，已经是接近于黑色的这样子的状态。我可以拿一颗吗？对对对，大家可以，嗯，哦，对。然后一般的这个消费者可能以为说，哦，你就是一个黑色的胶囊，里面装什么不知道，对吧？但是其实不是的，我们的胶囊是透明的，等一下可以打开给你们看一下。然后这个颜色完全就是里面粉末长的这个颜色，那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的一些东西。没有，里面的话，对，就是我们的这个黑醋栗的那个萃取末，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紫色深紫色就是花青素的含量在那边，因为不同的这个花青素含量的话，它的颜色会不一样的。如果说是比较少的含量，低的含量，它是很浅色偏粉红色的，那个的话一般只是用来就我们总公司会销售给食品的公司用来做色素。但是如果说是接近于25%、30%、45% 等等这些的话，就开始用来做保健品跟药品。那么我们的话当然是用到最高等级来做我们的这个世慧玲产品的。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是用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对，吸收能力，对吧？对，关于吸收能力跟溶解能力的一个实验。这个是一杯普通的凉的水，然后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胶囊然后打开，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粉末的话是直接哦，好漂亮哦！大概10秒钟不到的话，全部都会对的沉淀到这个水里。可以看到，就是它马上就是渗漏，不是溶解，马上溶解，像染色一样，马上就吸收进去了。因为我们的吸收能力非常的高，99.9%。可以第一时间的15分钟左右进入到你的脑血屏障的，对吧？对。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胶囊，就是透明的蔬菜胶囊。对，蔬菜胶囊就是用蔬菜的纤维来做的，所以说好香哎，我闻到一个味道。可以的味道，可以喝吗？可以，这可以喝吗？当然，就210毫克的花青素，好香哦，嗯。
好，干杯，就我一个人喝了。但是其实不需要这样喝的，对吧？对，我们只是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胶囊里边的这个 powder 是长什么样子的。是是是，但是没有，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这个药品的味道。就觉得香香的水果的那个味道。对对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产品您可以试一下把它的这个粉末倒进去，它们还会有一些白色的漂浮的东西，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物质，不明之物嘛，而且不会溶解。是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添加了一些什么，像这个就是非常纯粹的，非常明显的就是花青素。跟大家稍微解说一下，平时大概要服用多少，你才可以比较看到明显的这个效果呢？对，其实这个胶囊的话呢，我们是建议每天服用两粒的，然后在饭后，然后分开两次服用是最好的。那么一瓶的话呢，就是一个月的分量。那么经过我们13年来的临床验证的话，一般疾病的话，周期都是在6个月、1年左右这样子的周期去改善，体现出来的效果是最明显的。啊，真是太好了。其实呢，我老实说，真的味道还不错。今天非常谢谢两位，那么让我们了解了这个你们总公司 Just Berries， 还有呢子公司我们的世卫林中心，那么 Vision Smart Center 在洛杉矶一直不断的持续服务大众。那么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我相信两位美眸专家都会为您解答的。那么只要呢你能够了解说这个原材料你到底付出的这个经费其实是真的就付到点了，就没错了， 对不对？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谢谢。那么有任何的这个视力上的问题，找两位专家就没有错了。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广告过后马上回来。